那你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这边有很多花，里面也有。哎，这粉百合也不错哎。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花啦？嗯？哇，真的好喜欢花啊！这是卡布奇诺。你知道这个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不期而遇啊！不期而遇，你知道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不期而遇的呀。那我们就买它吧，好不好？那就这个吧。包这个，好，要几朵呀？嗯，都可以，包的好看就可以。九朵是什么意思？九朵长长久久，不期而遇，然后长长久久。那我们长长久久不期而遇吧。你挑哈，特别好。刀干嘛？嗯嗯嗯。那我送给你。你送我啊？你没钱，你不要送我。几朵花没有问题。你最近是在哪里发财了是吧？没有。还全靠你蹭吃蹭喝呢，还发财。嗯、OK， 谢谢。我更倾向永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把美好的事物永远定格在那，就是你送花的意义的那一。你不凋谢。对。就像你的美丽一样，永远不会凋谢。所以我还是蛮喜欢永生花的，因为今天小橘子穿了一身白色加卡其色的，所以里边呢就是用公主的花边，太美了，感觉特别的温柔，很符合她的气质。然后呢，外面再加一层蓝色的。哇哦，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你送我礼物啊！只要你喜欢花，我以后经常送给你，好吧？给你换不同样的花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骗是狗。我不会骗你。我作证。那这里有见证人。我作证，我见证好吗？但老板，你们这里确实装修的挺好看的。对。很精致。每个人进来然后都会很开心，就希望他是嘴角上扬，而且很开的，然后很香，我心情特别好。然后今天见到他也觉得他是我们店里最美的顾客，是对，最美的。你这么捧杀。没，不是真的，我觉得他那你也很美啊。对，我们对。对，是的，真的本来就很美。花的世界里，不期而遇，不期而遇的美好，不期而遇，听到没有？不经意间的遇见才是最美的。才不是不经意，是你每天蹲我。Thank you。你是刻意。那你不就喜欢我蹲你吗？对吧？好吧，挺好看的，很精致。就是有点黄昏的那种感觉，黄昏是最美的。嗯。然后现在也是黄昏，今天也是黄昏。那美好永远留在。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又温柔，然后又特别。那刚好适合他的性格。低调，我觉得。小橘子的性格。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温柔，可爱。温暖，可爱。然后笑起来特别像花一样。看，笑笑，自己做。那这样吧，下次你教一下小橘子怎么包花，怎么样弄花。可以啊。我觉得下次等你有钱了啊，你自己亲手做一束给我，好不好？听到没有？不是都是包吃包喝的吗？啊，包住没有包住。你说什么？你是男朋友吗？嗯，是的，我是他的男朋友。还不是。你怎么能在小仙女面前谈？这是我好基友。我是他男朋友。基友。男朋友。才不是。然后这个丝带哈，就是绝了，简单吗？简便不简单？然后还有个蕾丝这种感觉，蕾丝的。对，我希望就是你以后，收到的花都是这么美，然后这么特别。你太会说了，小姐姐，你的口才太绝了。天哪，你永远保鲜。好讲究哦。嗯，哇哦，来转过来我看一下，好美啊，哇，这个太不适合你了，好美啊，太美了。那你下次自己下次可以来，到时候你选花，你选花。哇，我
真的就像在海底十万米，心上日出，没有的天地，我的心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。